好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线上手语教室。手语教室，我是听聋人老师，手语名字是连桥。今天呢？傍晚6点钟，正是下班下课的时间，交通很拥挤哦。连桥老师，我呢刚刚是搭捷运来上课。如君老师，你坐什么车来？大家好，我是听人老师，就是有一个鬼的如君老师，我刚刚是开车过来的。开车啊，哦！今天下雨下很大，就舒服。我可以停在这边的地下停车场，然后走过来。线上手语教室的朋友们，你每天上班上学是骑机车、开车、搭捷运，还是搭公车呢？你们上班哦，有一个开车的，是金门的朋友，对不对？对，有人是开车停在路边，然后用线上手语教室在上课。OK，如今老师要问你们呢，如果去长途旅行的时候，你的习惯是？火车、开车、高铁，哪一个呢？你有没有用悠游卡骑过单车呢？今天两位老师要跟大家一起用手来比不同的交通工具哦。开始上课，好，第一个，自行车。哦，有没有看到我们侧面啊？侧面的手语，脚踏车、自行车。另外呢，有一个比较专业的，有没有看过这一种？就是那种登山的那种，登山的那种自行车，要加上什么呢？要戴个安全帽。一般的呢，我们就是骑脚踏车就没有戴安全帽，要加个安全帽比较安全。对，下一个，机车，很简单，就是加油门。机车，以前哦，聋人的手语是两个都会动，结果两个都动会觉得很奇怪，不合理，对不对？后来就改成，加右边就好，Cherokee 啊，油门。还有啊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时候有没有看过？骑机车现在比较少了，就是用脚排挡。以前很多年轻人都喜欢骑那个什么野狼125，哦，那个就是用脚在换挡的。还有第三个，你记得吗？有那种骑起来很 gentleman 的，那个车体是圆圆的，是什么呢？尾翼牌，现在很少见了，以前很多，叫做尾翼牌，好，下一个手语，机车，下一个手语，汽车，车子。这个通称大概就是这个车体哦，车子，车子的形状就像图片这样，车子，汽车，但是加上好方向盘，还有就是你看哦，这个汽车如果小小的位置，然后头上那个还会打开的，开起来啪哩啪哩的那个叫做什么？跑车啊，还有哦，朋友跟我说。你看起来很像是流氓会搭的车，这个老师还真不知道。这样打一下，然后
哎，开车，这个也叫做跑车啊，这个也叫做跑车。OK， 下一个，好，公车，这个手语也很有趣。第一个手笔法是拉拉环，你知道吧？就是有的人要站在车子里面。第二个手语，公车站牌以前都是圆圆的，这是公车，公车。第三个，很久以前呢，我们的手语是黄色的车，不是计程车哦，黄色的车，因为以前的公车外面都有涂黄色的线条啊，以前，所以大家看了龙人，现在是很多颜色了，但是以前就是黄色的，就是黄车啊，黄车。三个笔法了，第四个笔法就是造字，公车。好，第一个拉拉环，第二个站牌，第三个黄车，第四个公车，清楚吧？好，接下来捷运。你们看哦，现在大部分的笔法就是这个笔法，方方的车体，捷运，捷运。但是呢，其实我们还是看到不同的笔法。这个捷运，捷运的这个，有没有看到这一个？捷运的 logo， 所以当年出来的时候，手语有这个笔法。还有啊，南部。高雄那边的手语是什么呢？捷运高捷 K， 好 K， 然后跟捷运合起来高捷。那要再请问你，台中的捷运呢？有人比这样中，蛮好的，这个就是很快速的感觉。然后中捷那就北捷，是台中的捷运哦。我问过龙朋友，他们告诉我说他们。目前也比这个捷运，捷运，你看哦，我们人到那个地方就可以比那边的手语啊，捷运高捷，清楚哦。好，下一个手语，火车，砰砰，好，还有这一个，这一个知道？以前的火车的铁轨，第二个笔法。很长的一节火车，火车也可以，火车也可以。然后一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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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火车，龙人呢喜欢的故事是火车，火车啵啵啵，火车啵啵啵，那是以前的火，现在的火车啵啵啵没有了。现在都是用电车，所以这个火车我也看过，有哈，也有这个火车，就是用电的，一根线，然后有一个这个哈，火车也可以了解哦。下一个手语哦，火车的一系列，种种，第一个字强号，这个造字念字，第二个呢？举光号，铝有没有？这是铝的手语，把它借来哈。举光就是两个口，举光号，造字面。第三个，区间车手语什么？有没有？有没有看过？哎，有，啊，有人答对了。第一个，普通车，区间车，这是造字哦。我们这样看的不太懂，因为那个区间车就是慢车的意思。这个普通呢，这个臭通常就是用普通啊。区间车，好，下一个。哦，这个时候这个很好，在抓头了哈，想不出来要怎么比了哈。不知道哈，我们要造字吗？也很难。如果造字面，普悠马在跨博，对不对？看不懂，这可以红色的一条线，红色的
一条线，普悠玛号。花莲的龙朋友告诉我，普悠玛号，有人告诉我是那个原住民的火车，因为那个普悠玛。你好，下一个泰鲁格，泰鲁格怎么比呢？类似，哎，从这边，这两边，哦，车子的两边是不是有两条黄色啊？它是黄色，哦，黄色的。还有你可以看它的样子，泰鲁格号他们就怎么样，歪歪斜斜的，哎，它的转弯就歪歪斜斜，歪歪斜斜，就会知道你在坐泰鲁格号。OK， 下一个客运。客运的手语，先这个客运，来手语，这个手语呢，就是以前客运都有一个随车的小姐，她头上都会戴一个船形帽，所以人家都叫那个客运就是这个哦，就是这个有点随车小姐的意思。客运，国光号客运的车子哈。哦，国光，这照字念，国光。下一个统联怎么比呢？照字念，统联，统一这个会吗？哦，统联合，哦，我记得有人这样，哦，有两个字合在一起，统联，有，好。这一个你们都很喜欢哦，很快啊。手语我们看了也是，第一个笔法照字念哦，有人不懂。第一个字是好铁，第二个是他尖尖的鼻子，第一个是直接开，第二个加尖鼻子再开，高铁会吗 ？OK， 好。再来，老师说要练习转车。转车就是看情形，比如说火车转捷运，再转高铁，看你们的方位，然后还有搭什么交通工具。OK， 下一个，全台湾两个笔法都常常用哦。第一个。捏一个小，也是那个铝哈，捏一个口，抓起来，台湾。第二个，这个有没有像一个台湾的样子？啊，台湾，全台湾，全台湾，是简单哈。好，接下来，船更简单，不，如果那个遇到那个风浪的话。如果风浪的话就，哦，船就，哦，就可以铁达尼号，有没有？然后就要这样，这就是铁达尼号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是的。龙人习惯就是从动作来学习，船，好，下一个飞机这个最基本的手型了，有人的手语是用这个。名，这个不好看，有这个有飞机头，三个笔法，第一个笔法和第二个笔法都比较好看，好，知道吗 ？OK， 再来地名，台北，拍两下哦，台北，这个101110110啊，等一下哈，如果北。只有一次，台北才是两次。那如果别人有说新北市，新北市，那也有人手语是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有人说新北市，但是也有人其实真正的意思是双北，就是台北加新北，有没有？所以就两个北出来，双北。嗯。知道吗？哦，双北，哎，这个手语啊，什么？
还这个常常啊，常常啊，叮叮叮，101101，学到了，阿嬷，你那个很像直升机，你那个大楼整个在晃。好 ，OK， 下一个，台中。如果手语东西拿了，左手拿了东西，你可以放在嘴巴。台中，弹中指就好哦。台中，了解吗？好，下一个，高雄港哈，高雄港，以前高雄的名字是打狗，对，然后又港口哦，高雄。好，再来。金门照字面戴金戒指，然后门有金门开车的两个孩子有没有乖？常常有没有金门有没有下雨？没有，我们台北下雨下好大哦，哇，那个俊峰吃汉堡吃得很高兴。好，慢慢吃，可以，不会。花莲知道吗？它很有名的就是旅游的风景，所以叫做花莲。好，再来 U bike， 手语怎么比呢？脚踏车啊，有人用微笑脚踏车啊，不，他看看啊，有画面，但是呢，他的手语也可以是黄色。脚踏车，它主体是黄色的。第一个，然后第一个微笑脚踏车，第二个黄色脚踏车。你们也可以用感应卡、悠游卡借脚踏车，像这样对不对？悠游卡，以前我的手语是去感应，后来呢？越来越改成大家都用这个哈，就是因为方便。你看用这样子手比较不方便，这样子方便，所以这个就越来越多。你知道吗？这个有很多用途哦，可以买东西，也可以感应、骑车，很多地方都可以用悠游卡扣钱，很方便。以后哦，这种实体的纸钞越来越少，大家都是用悠游卡，很好吧？下一个计程车，车上有一根，这一根是什么呢？就是以前的那个计程器算钱的那一个，计程车。OK， 那我们要开始复习，我不说话哦。那画面可不可以帮我切？就是很多学生的，我们来看看。每个同学，你们的手语啊，有没有一起学的很认真？好，开始要复习喽！哇，我们看到好多同学了。
专有名词哈、哦，比方说大众运输，我们会怎么比呢？通常我们会不是照字比、哦、我们会比它的意思，车子啦、火车啦、公车啦等等，好、哦，懂我的意思吗？就是说，像专有名词，大众运输那四个字有没有？给我们一下啊、哦，就是大众运输没有啊、哦？对对对，就这个像常常碰到那个手语的这种，要怎么比呢？你照字比，大众运输，但是聋人可能看不懂，所以我们通常就是要比它里面的意思转成怎么样呢？车子、火车、捷运等等等等，好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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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至于选哪几个随便，比如说公车、捷运、计程车等等等等也可以，好，就是尽量不要照字比，大众运输，那听众朋友就比较看不懂，好，这样了解啊、哦。每一个人的理解不一样，所以有的聋人理解，有的聋人不理解，我们可以把它转成更自然的手语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开始绘画咯。第一遍你们不说话，你们看我们两个老师的对话，看得懂百分之多少哦，好，了解吗？啊，第二次我们再来说话，好，先看哦，认真看。懂吗？有没有看懂哈、哦？很高兴哦。好，那我们一起绘画练习一次哦。嗯，上班是开车吗？是，我开车去上班。You bike 偶尔。你呢？我在台北很多地方教手语。所以骑automobile到处跑。那你去高雄花莲教手语是搭火车、高铁什么呢？就是搭什么车？哦、去先搭捷运到台北车站，然后呢换高铁到高雄。或者直接火车到花莲哦，那你去台中、金门又是搭什么呢？台中搭客运，去金门飞机。好，哇，汇报，你常常。搭大众运输在台湾各地教手语，好佩服你哦！没有啦，没什么，服务大家赚钱，不是 ，OK， 都会哈、哦。好，好的，现在呢，我们要开始
我比手语，你们猜我比什么？有没有？好，等一下有没有找到那个举手功能？举手功能，如果你找不到的话，自己举手好了。好，然后连桥老师要出题了，他比的是什么车？第一个。猜猜看，哎，对，哪里的？再一次，阿嬷猜到了，台中的，对不对？台中的捷运哦，那个要叫假捷运，那个就是以前是假，它原本双捷公车啊，双捷公车，好，两捷有没有？台中的，它有哈，台中的双捷车啊。MRT 是不是啊 ？MRT 是捷运嘛？哈、哦，对，啊，就是双捷公车，哈、哦，台中的双捷公，它好像叫做回廊公车啦，名字常常改到我们已经不知道叫什么车了。总而言之，就是双捷公车。OK， 第二题哦，简单哦，那个懂的赶快举手哦。哦，阿嬷又举手了。旅行的游览车，对啊。那个香港的有没有？叫什么？有看到有人的嘴唇唇形双层巴士。好、哦，双层巴士，两节上下哦，两节。好，双层巴士，知道哦。好，下一个车是什么车？九人坐的什么车？箱型车，好、哦，叫箱型车。七人坐的话，哦，大家就哦，箱型车，九人坐，七人坐。了解哦，下一个第四题，知道吗？第一个旅行爱游览车，有人有猜对，嘿，游览车对不对？好，再分解一次，第一个旅行车。然后把它拉长长的，拉长长的，游览车。好，下一题。什么车会蹦蹦跳跳？吉普车。再一次来，蹦蹦蹦，吉普车，好、哦，吉普车这个一定要跳哦，哦就不然就没有显得那个山路很险峻。好，下一个，最后一个哦，有人的又读你的唇读到了，轻轨高雄的有没有？最近要开始了，哦，是最近好像在试嘛，哈、哦，轻轨，会了吗？好，这些车子的种类你都会了哦。那今天教了那么多的交通工具，你们有没有觉得聋人很厉害哦？怎么会发明这么多的手语呢？因为聋人都是用眼睛、用视觉在看，所以车子的那个外形，还有它的动作，就会常常大家学，马上就发明，当然就会有这么多发明哦。所以咯，各个地方的手语难免还是会有差异。比如说捷运刚出现的时候，很多人对这个手语还没有统一，
但是慢慢慢慢看的，就是哎，这个好，大家就渐渐就去用这个手语了。对，越来越多人就比这个手语，这个就叫做约定俗成，意思是手语讨论讨论讨论，觉得好的，渐渐就传播出去了。谢谢线上手语教室的朋友，谢谢你们，也谢谢幕后的工作人员。来，我们有两位漂亮的妹妹，还有我们要下课喽，连敲老师，我是如君老师，线上手语教室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，谢谢。